这么晚了，大姨太是要赶着跟谁拼命啊？唐少，唐少，你快救救安城吧，他被人绑了，叫不上赎金就没命了。那你这是要赶着去交钱救人喽？我这样，钱你尽力去凑，我会亲自出面调停，一定安全的把穆兄给带回来。还不赶快把大姨太凑的那一部分钱拿来！是。 拿来吧，大姨太！行，这是我的。钱慢慢凑，不着急，让穆安城多吃些苦头。没想到你这么坏啊！这次死里逃生回来，我就明白了，对待恶人，不能以恶制恶。 得让他们知道邪不压正。不过今日，我也看见你为了撑起穆家，有多不容易。我又何尝想这样？可娘把穆家交给了我，我就得肩负起这个家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自量力？不，你不是弱女子。以前我总想着怎么保护你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你需要的不是保护。 而是需要一起并肩战斗的队友。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做到。谢谢你懂我。穆家账上的钱怎么就剩这么点儿？夫人，今年生意本就难做，老爷又多次挪用，现在生意能维持正常运转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但老爷不能不救，看看是不是卖些铺子，先凑一部分钱。这，老爷不在，我们做不了主，小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呐。我也不为难你，要不，把我当初陪嫁带来的2000铺子给卖了吧，这个我总能做主吧？可以，可以。 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叶家的产业低价拿回去了。唐少，青兰，你们来了！安生，别怕，我们来救你了。 金爷是吧？在下唐子峰，是穆安城的好友。此事的确是安城做的不对，在此给你赔个不是了。好，我也听过唐少的名号，今天。 我就卖你这个面子，以后交个朋友。换人，兰儿，没事了。走，慢着。既然我的义妹跟了你，那今后就是你的女人了。希望穆老板能够善待她。 说的，我是哪种女人？是比你少了胸，还是比你少了屁股？你简直不知羞耻！你男人睡我时，可没觉得羞耻。哎呀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我们穆府在江城，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。你既然进了我们穆府的门，你就要守穆府的规矩。告诉你，别以为我愿意进你们穆家。像你们这样的高门大户。 表面看着光鲜亮丽，背地里的龌龊事儿多了，一个个的，少在那里装高贵。那你还不快滚，赖在这干嘛？走就走，日后你男人缺胳膊少腿，别找我。哎哎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没有办法向金爷交代啊。
不欢迎我，我别自讨没趣儿。指桑骂槐的，你说谁呢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闭嘴！你既然今日入了幕府的门，以后你就是穆家的三姨太了。我已经进了穆家门，却连个见面礼都没收到。穆家这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连这点礼数都不懂，传出去不怕让人笑话？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个手镯，就当送妹妹的见面礼。那就谢谢夫人了。我可没有，之前都拿去救老爷了。你的那对耳环看起来挺值钱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哎，我。不给，那我就自己拿了。哎，拿来吧。哎，大姨太，不错，谢谢了。我去院子里转转，熟悉熟悉环境。你没事吧？简直像土匪一样。这帮人下手真够狠的。都是些亡命之徒，要不是因为穆家的赎金，我早被他们杀了。以后还是不要和这种人打交道为好。你动了穆家账上的钱，我哪动得了啊？我把我陪嫁过来的两间铺子给卖了，不然你以为哪来那么多钱去赎你？连我跟叶青青的珠宝首饰全都卖了，他还因为这个差点跟我拼命。那就好，我这次也是被人算计了。那这个三姨太如何安置？先安排在之下那屋吧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你们快到大姨太那里看看吧。这是我的屋子，你休想。没办法，全府上下我就相中你这一间，你是自己滚还是我给你扔出去？简直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给我老实待着！呀，老爷这么快就来找我了，是不是怕我受委屈？你怎么可能受委屈？谁敢欺负你啊？是吧？来人！把大姨太带出去，这个屋以后就归三姨太了。还是老爷疼我，老爷今晚留下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你听夫人安排。三姨太的性格我很欣赏。是吗？夫人过奖了。但你看起来不像是会给人做姨太的人。我这种姨太只知道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我这生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知道你那些琐事处理得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全部都处理好了。我已经拿到了金矿开采权的批文，就差资金了，买了设备就可以开采。但以你目前的资金状况，我觉得并不适合参与啊。不如你还是退出吧。别，唐少，你再给我些时间，资金问题我一定能解决的。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知道我的原则。是，我们交情归交情，再商言商，我不可能再等下去了。我了解。这样，你再给我十日，十日之后，我肯定将资金筹到位。老爷，您在唐少这儿啊，让我好找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怕对唐少招待不周，来帮您照看照看呀。行，那就麻烦三姨太
好好照看唐少。二爷，你有何吩咐？让他向金爷借钱，给他放高利贷。是。穆家这么大家业，我竟然连一块大洋从账上都拿不出来。没办法呀，穆家掌柜居然联合抵制，说死都不让动钱。反了，都给我反了！是让老夫人临终之前下了命令，把很多权力都下放给了各个掌柜，还有您之前做的事情，他们都不再信任您了。滚，给我滚出去！老爷，不就是需要钱吗？我知道哪里可以弄到钱。你能弄到什么钱？我好歹也是金爷的义妹，金爷主要的生意便是高利贷。金爷曾经勒索过我那么多钱，我怎么可能再去找他？那是没有我这层关系，有我牵线搭桥，钱的事万无一失。别说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金爷打交道。这叶家大房的生意竟然如此萧条。是呀，还不是叶家大少爷这个败家子没什么脑子，早些年略施小计，就让他把名下的生意都交了出来。如今他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叶老爷的生意都抵出去了一半。这原本想着从叶家大房这边捞点油水，没想到竟然只是一个空壳子。这下怎么办呀？唐少给您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会再想其他办法的。听说顾老爷最近在频繁地接触唐少。我可不能让顾家白捡了这便宜。金爷怎么说？金爷说你借的金额太大，仅凭叶家那几个小生意做抵押远远不够，除非抵上穆家的家业，否则你从哪儿都不可能借来钱。可是穆家现在各掌柜对我严防死守，你动不了钱，不代表你不能把穆家产业地契那些东西拿出来做抵押呀。可瞒不了太久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偷梁换柱就是了，我认识造假之人。太好了。三姨太是你的人吧？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目前穆安城已经被逼进死胡同了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只要借了这笔高利贷，他就永远还不清。我的资金全部到位。哼，穆兄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我有门路。穆兄，这些钱不会不干净吧？绝对不会。青兰不是继承了家业吗？她全部都交给了我来处理，而且趁机还帮我拿下了不少大房的生意，所以我这资金暂时不会有问题。恭喜你啊，穆兄，看来叶家和穆家都被你收入囊中了，日后还要靠唐少带我一起发财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那我先走了。行。哼，这穆安城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，他死都不会说是自己抵押了穆家和叶家的全部产业才换的高利贷。我们趁机收回这些产业。
把我哥的生意都给骗走了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什么叫骗？白纸黑字，你情我愿，公平交易。公平交易？我哥一分钱都没见着就把生意都给了你，不是骗是什么？你把我哥的生意还回来。当什么叶家大小姐，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姨太，是穆家人，以后若再敢在我面前撒泼，我对你不客气。穆安城，既然你靠不住，我总得找棵更大的树。受伤了，我去给你包扎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这么烫啊？中了药。夫人，听听屋里有动静，您还没有睡啊？哦，我一时睡不着，随便在屋里走走，你先去睡吧。好的，夫人。你醒了。昨天晚上我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没有。你昨天晚上药性发作晕了过去，究竟谁给你下的药？这个府里除了叶青青
还能有谁？是他。这杯酒庆楚门封城旷野，正式成立，恭喜穆兄。穆完成，你去死吧！你在干什么？叶星星，你疯了！你毁我叶家，我杀了你！竟然刺杀自己丈夫！我家破产了，他满意了，他毁了我家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还不快把他拉下去！放开我！穆安成，你不得好死！穆安成，我杀了你！能把叶家大房逼上绝路的，穆安成可没这个能耐。是你做的吧？我说过，任何伤害你的人我都不会放过。谢谢你啊，安和。可我不用说谢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没关系，我们时日还长，我可以等你。好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围观一下穆安城的崩溃时刻？先别着急，我听大夫说了，日后我们可以去上海的大医院看看。滚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叶青青，都是你让我落到这步田地。叶青青，你竟然敢害我不能生育！你知道了。我一直给你下着避子药，我是不会怀上你这个废物的孩子的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仅刺伤我，你还给我下药，你这个贱女人！掐死你！唐少，这个矿场可真是块宝地呀，才一个月收益就如此可观。穆兄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兰儿，还不赶紧敬唐少一杯。唐少，这杯酒我敬您。既然你唐子枫这么喜欢叶青兰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女人跟你换好处了。吃饭吧，快吃快吃。唐少，你喝多了，不要这样。青兰，让我抱抱你。唐少，
还请您自重。青兰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青兰，我喜欢你。这回成了。唐少，青兰，我喜欢你。可我已经嫁人了。我不在乎。青兰，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。别演了，他走了。穆安城这个人渣，卖妻求荣到这个地步，他把你当成什么了？他就是野心太大了。其实从一开始啊，我也就是他的一颗棋子而已。他梦想着通过我能搞定你，这样他就能独吞金矿，简直荒谬。正因他视财如命，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这个金矿到手的这么容易，看来得尽早揭开穆安城的真面目了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以免他再干出害人害己的事。来，干，穆老板，干杯。今天找各位前来，是有两件事情想让大家做一个见证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与叶青兰已经签下了和离书，从今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丰城矿业从此以后将成为我穆安城个人独资。唐子峰已经与我签下了转让书。恭喜恭喜啊，年少有为啊。很好，既然大家都在这儿，我们可以做正事了。这
万少爷没死，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当初他不是被歹徒撕票？你没死，没错，我就是穆安和。哟，真是二少爷呀！所以，一直以来你都是假装的。你当时想害我性命，伪装成绑票，幸好我大难不死，才逃出火海。你胡说！兄弟都下得去手，秦叔已经查明了真相，还了我清白。你当时贿赂警长才逃出了警署，那个警长已经被抓了。穆安城，不会再有人包庇你了。真是做作，不可能！一派胡言！你这个畜生！这样的人可活着？夫人将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，你却没有人性的害死了他，企图侵占穆家家产，必须要让你血债血还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才是穆家真正的继承人，你们这是污蔑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爷，矿场涉嫌非法开采，已经被查封了，我们不仅血本无归，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啊！不会的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穆老板，金爷，穆老板，听说你的矿场倒了，那你借我的钱怎么办呢？金爷，还欠了外债，这还没到还钱的日子呢。幸好咱们没跟他合作，我求你了，您再宽限几日，我肯定收钱，我一定想办法。二爷，这小子还不上钱，您是先要胳膊还是先要腿呀？他那条烂命不值钱，既然他还不上债，就拿他抵押的穆家和叶家的财产来抵债吧。好，你们这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竟然联合起来陷害我，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。叶青兰，穆安城，你为了得到穆家和叶家，不惜毁了我的清白。哎呀，住口！辱骂这个人了，忽悠假扮绑匪，残害穆安和，接着又害死穆老夫人，条条罪证，你死不足惜。就是你口口无凭，没有证据，你能奈我何？穆安城，你就是太高估你自己了。进来吧。谁呀？之下，这不是二姨太吗？听说自己已经是穆安城的心。这个女人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？我当然要回来。当初要不是二少爷救下我，恐怕我早就成为你的手下亡魂了。如今回来，就算你要杀了我，我也要替二少爷证明那些谋财害命的勾当都是你做的。我手里可是有你所有的犯罪证据。我杀了你！别动！穆安城，我们接到穆安和跟之下提供的证据，证实你残害多人，罪恶滔天，现在押你回警署，择日枪决。不，这人就该枪决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是祸害，你们全都是一伙的，你们联合起来害我！你别再反抗了，恶有恶报，你欠下的债是时候该还了。叶青兰，我杀了你！什么？二爷！把刀放下！放下！别过来！放下！别过来！赶紧抓起来！快点放下！别过来！把刀放下！别过来！我杀了你们！之下，你与穆安城犯下重罪，虽然主动自首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带走。
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了你以后一定是我的妻子。哪有人用这种老黄历求婚的？戴上这枚戒指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么霸道啊，唐少！我认识的穆安和可不是你这样的呢。我是不是碰到你伤口了？我给你看看。这一次，我要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，此生我只娶你一人。